2021年和王嘉良结婚后，两人经常会在网上分享夫妻日常。而在今年初，小两口也惊喜宣布怀孕喜讯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目前已怀胎八个多月的许维恩，距离预产期只剩下七周，让两人有点兴奋又有点忐忑。其实王嘉良则晒出一张老婆最近产检时所拍下的超音波照，并开心透露自己开始会看着女儿照片，不自觉的幸福笑了，并问大家照片中的女儿是不是长得太像爸爸了，一字一句透露出满满的幸福。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女儿的五官相当立体，尤其是鼻子的部分，和拥有高挺鼻的王嘉良的确有几分相似，让网友纷纷惊呼爸爸基因太强大了。再加上许维恩的女神基因，女儿一定是个大美女啊。you